对啊，要八股，然后只是要怎么关门啊？刚不是我刚努力在找门，不是一直跑跟你，我一回头，他就在我后面了。然后嘞，还有门呢。我跟你讲，下次这个当我的追随图。我跟你讲，不要叫啦，我也在怕。哇，我走错路了，你走看看。怎么还有两条路？这边。哎，我记不住路了啦，太难了吧？哦，这边应该要左转。哎，不对，右转，我他妈！我的天哪！我看到他啦！等一下，我为什么要躲女鬼啊？一定有问题！我是把老婆害死的。哎、欸，我好毛哦！不要这样笑啦！我以为后面没什么恐怖的了哎、欸。还没结束哦，够了啦，最后一扇了，不能再多了，最后一扇了，我的炒饭快凉掉了，让我吃一口，拜托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到了到了到了，哇！快，哎、欸，全部都是关哎、欸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白痴哦，怎么到了啊？哎哎哎哎哎！我跑很久，不要闹、哦，不要闹、哦，不要闹、哦。哎、欸，老实讲，身材有点棒哎。在玩的游戏 D2 有没有很像？哎、欸，他脸变漂亮了哎、欸，刚刚脸变漂亮了哎、欸。哦，可以吃炒饭了。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好久不见的玉女歌手巩立方小姐。立方，恭喜你要复出了。是啊，谢谢刘大哥。国民女星回来了，这可真是个大消息。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非常的开心，大家都非常的想你。不过同时，应该也都跟我一样很好奇。哎呦，白痴啊！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继续回来拍戏的？吓到我了，还是有太多难以割舍的事吧，一言难尽。你先生难道没有对这件事表达什么意见吗？收起你那大胆的想法，根本大发雷霆。我想他最在乎的就是他那张伯伯的面子吧。这么说会不会有一点太苛刻了？苛刻。哦，如果你刚刚抖那，我第一时间飙脏话，干等一下啦之类的。整天包红包给那个老师，花大钱去买那些怪东西，到处烧香，到处贴符，把家里弄得越来越邪门。还说我被不好的东西附上了，要我去向观音忏悔。你能想象吗？被自己的丈夫当成妖魔鬼怪。美心从小就爱黏着爸爸，父女俩三天两头就往老师那边跑。
我根本没办法。老师到底男的女的啊？所以我决定，这次演出之后，我要带着一家子离开那里，去一个平静。一家子连老公带走吗？还是只带女儿？要跟布布一样啊，现在在被带走带兔子那边去啊。晚安哦。叮，好了，微波炉熟了。此处无法使用打火机。回头看会怎样呢？好，没事。杜风雨。嘿，是。哟。好怀念我们一家人简单开心的日子。我不能前进。他回头了，他回头了，他回头了，他回。我箱子里是装着小孩吧？什么？那个是布布的外出笼，有没有？兔子就是这样子离开我。哎，头自己转回来啊！好恐怖哦，不要哦，没事。谁打双等鱼？哦，这边不能打双等鱼哦，会被 ban 哦，小心哦，因为有人不喜欢看哦。哦，我是要完结了啊。圆满家庭，这应该也没有什么支线，有好结局坏结局吧。交。老公，你还在看电视吗？对。每次节目转播你都不想错过。对。节操看完了，你是看其他台都看完了？我建议不喜欢很血腥就可以。可以怎样挑战二周目吗？北七哦，感觉还有哎，果然，妈妈什么时候会回来？妈妈去哪里？我真的好想妈妈哦。哦，美心视角。你们要剧透了是不是？不喜欢番茄酱的赶快。为什么还不回家？你是看谁的台啊？
我要坐很远。我女儿才不是神经病。喂，杜先生，我是何老师。奈高史蒂，我听说了，梅心这次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讲话大得抖。你别慌，赶快带来给我看。我们请示慈姑观音，求求看有没有解。不要担心，照我说的做。上一次治好了，这一次一定也可以。我们之后不败进哦，你们开始了、哦。他怎么没叫我？我、哦、扮演李欣了吗？真的假的？这边哦、喔，哎、欸，不敢看的，风雨在此，不敢看的，杜美心请命，赶快眼睛闭起来或转台啊、喔，转台、啊，恭请慈顾观音大师，眼睛闭起来哦、喔，多恶心啊！杜先生，你有没有看到什么？有看到烛火吗？有，那是美心的原声。烛火怎么样？很亮，火在闪烁，代表他现在魂不附体。还有看到什么？有看到美心吗？那你要找，看有没有你女儿的痕迹。认真，看有没有可以通行的地方。你认真。顾观音会引你门路，多血腥啊！尤其有肉吗？有血而已。有哪里？有光就跟着光走，有看到什么就讲出来，看看有没有美心留下的东西。有问号，何老师有问号。你看到什么？纸船，船是不是飘在水上？水是慈顾观音在引路，跟着我念：水能通灵，船为摆渡，恭请慈顾观音引路。水能通灵，船为摆渡。我还没念完啊。现在嘞？现在嘞？水跟着河流，有没有可以通行的地方？河上有沙洲，沙洲是慈顾观音的化身，他要当你的路，你走过去。光靠眼睛哎，哇！荧幕上有眼睛。看到特别的地方。我看到一座桥，那很接近冥府。哎，不能过桥啊！继续跟着光。不要管桥下的人，
他们在受自己的业火。我来看夕阳啊，不是在看夕阳，我来看一下，看一下要干嘛。我怎么跳出防毒的东西啊？等一下哦。好了，刚刚那个防毒的东西跳出来。哦，感觉快到了、欸。这是地狱惩罚罪人的地方。就地狱啊！这边和你没有关系，不要碰任何东西，赶快走过去。别担心，你女儿不在这里。生前都是罪人，不用同情。你只要看好自己的脚步。要答案也没有，答案。不要停下来，继续走。啊！我不停，我不停。我本来想看一下他们怎么摆的。哎呦，一个人。你看到什么？树，那是你的本命树。想见到慈湖观音，要先内观自己，你要走进自己的心。我来了。这边看到的就是你的内心，你要找到往上走的路，这条路会带你走到内心深处。哎呦，这是血吧？那边有你的元成功，你的元神就在里面。等一下，你要用元神去感应慈姑观音。哎，这是笔耶！看到门了吗？进了门之后就要靠你自己。安全门。不管听到什么，都不要理他。好，聊天室我不理你们了。有什么事情就念慈姑观音的心咒。不管遇到什么都不能看聊天室，这个意思吗？哎、哇！哎哎，杜风雨，哎，看这里，是我啊。嗯。几年不见都不记得我了吗？我们要看吗？你还记得那朵花吗？我种的那朵。哪一朵？那女孩好喜欢那朵花。天天盯着他看，每次掉了一片花瓣，他就拔自己的指甲去重新完美它。哇塞！花黄了，枯了，他就拿自己的血来浇，终于让小花开花结果。他就是那么宝贝他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嗯，小花终究是小花，
结了果以后，他承受不了重量，终于还是被压死。再说女儿吧，很遗憾吧，但我们都是作者，不是吗？现在还有机会救她，去吧，就在前面，去挽回你的希望。哦，把女儿救回来。哎呦，哪个是我女儿？是不是？一定是这个啊，兔子的啊。才没有，花开得很好啊。对啊，很好啊。不要这样乱说，爸爸做得很好，爸爸对我最好了。全世界我最喜欢爸爸的。爸爸送我家好大，我们一起出去玩。爸爸，我想要出去玩。就那个不是兔子哎，是猴子哎。恭迎慈姑观音，度世明显四方。杜先生，你的坚定驱除了那些魔障，现在慈姑观音亲自显身，美心的魂就在这里。你要诚心对慈姑观音发愿，来帮助你的女儿。对，发愿，上去吗？我知道汪汪啊，我还知道一堆人在开嘞，拜托，鱼缸也在玩啊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对不对？哦，你被变了，哦，被死了。太大了吧，走路走好久哦。汤匙，有被汤匙敲过吗？哦，我懂你意思了。男女杜美心受因果业所困，心神蒙蔽，此赴杜风雨发愿，愿现我光明。这快挖眼睛吧！阴霾。好，我来了。爸爸